去流动。第三个呢，就加大这蒸发的面积。我想托盘呢就能够解决完成这种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如果呢，你比如说他讲有些旋转的能够离心雾化的话，如果从这个空调机本身它也有旋转这些风叶，你卖空调的时候啊，奉送一个很长的一个聚乙烯管，这样把它接上以后，让那滴水呢直接滴到地上去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就像咱们一个下水道的管子一样，直接接入地下。对。希望这个下着小雨的空调早日从咱们的生活中消失。钟浩源同学帮助我们擦干净了空调这个好伙伴的汗水，叫它可以更好地为大家服务。在炎炎的夏季里，热水器同样也是一个常伴我们左右的好朋友。但是呢，使用燃气热水器的对农民想致富又贷不到款，农田信用社有钱又不敢贷的两难问题，把实惠给了农民。小额农贷激活了农民发展生产、发家致富的积极性。农民以往一些不敢想的致富梦，如今已经变成了现实。从去年开始，婺源县大量以往无人问津的荒山、荒坡、荒水被农民承包，变成了几万亩的茶园、果园、鱼塘和药材基地。仅此一项就直接创造经济效益600多万元。为了增加新鲜感，当时在场也一眼都没有看到我，他们肯定觉得很遗憾。对，那我问问你啊，你的家人有没有怀疑你给家说谎，说根本就没有到北京参加春节晚会？他们怀疑了，怀疑了，真怀疑了。晓得你几个月去哪儿了？说实在的，李璐呢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好像笑得非常甜，但说句实在的，我想作为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每一个演员，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真的是感觉有一份心酸。那这样好吗？我建议我们全场掌声响起，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摄像师把镜头对准我们这位美丽的姑娘，对准李璐，对，尽量给特写，让她尽情的上一次屏幕，让他们的家人尽情的来欣赏一下她屏幕前的风采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导演，谢谢摄像师们给我这次机会。其实像我这样的演员还有很多，但是能够参加春节联欢晚会，能够把新千年的第一个祝福送到千家万户，我们感到非常的光荣。谢谢，也谢谢你，李璐，谢谢你。谢谢。那么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，也请你呢带给你的同伴们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请我们的同学们把礼物拿上来。有请。来，这位小朋友，你告诉我你来自哪儿？我来自江苏省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教改实验区52班。那么这位同学你呢？我来自湖南省司法学校98级法律1班。李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位小朋友啊，他手上捧的是他们6个小同学利用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的彩纸，亲手折叠的2001只千纸鹤。里面这些的星星是他们班的全体同学，对，让他们的亲手把千纸鹤和幸运星送给你，并且送给所有关心支持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朋友们。
好，谢谢舞蹈演员。